王妃小心些！哎，今日的王妃真是美得不可方物了。李北王向来不近女色，但听说昨晚亲自为王妃上药了呢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啊！本公主问你们话呢，聋了吗？你们李北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卓嘎公主的意思是，吉烈招待不周了。吉烈哥哥，幼儿，不要胡闹。 葛乐叔叔，欢迎，各位请坐吧。请。好。哼，我偏要穿中原的衣服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 王妃，坐。我们草原的服装是配不上你，是吗？若今日失了规矩，就不是剪碎片这么简单。李北王和王妃真是恩爱啊！ 羡煞旁人呐！是啊，那是自然。来，各位，斟上酒吧。今日是我跟王妃的大喜之日，感谢诸位来参加。干！恭喜李北王，贺喜李北王。王妃尝尝。吃个饭怎么还动刀子？ 好吃吗？嗯，听闻景国女子都能歌善舞，那公主想必自然是不会差了。幼儿，不可无礼。无妨。既然如此良辰美景，那就请王妃替众人献上一舞吧。好，欺负我！ 王妃来一个，还让我给你跳舞？好，好，好！大家接着喝酒，喝酒！来来来，我们喝一个，喝酒，喝酒！哎，今日你若驳了我的面子，我定让你活着走不出这个门。我是景国公主，我们喝一个吧？怎么能当众羡慕呢？ 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啊！算本王欠你一个人情，该让我。成家，那我就献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风儿，跟着练。
这景国将女儿为何连个使者都没过来？是啊，说到景国，真想再见见景国使者李思年啊！父亲，王妃小心些。 卓稿公主，此为何意啊？这是我部落的特产宝石，献给李北王妃，愿李北和我部永远是兄弟。那我就替王妃谢谢了。我向来不喜欢这些，不用了，我有点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景国公主架子可真大呀！卓稿公主，各位先吃，我去去就来。 真想再见见景国使者李思年啊！景王下旨，立斩叛国通敌之徒李思年，杀！以后无论怎样，好好活着，快走，快走！ 此乃我景国边境，末将恭送公主驸马。这景国规矩就是多，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呀？父亲，母亲，风儿这一去，不知多久才能回来，还是否有命回来？ 只要风儿有一口气在，就必将会让我李家沉冤昭雪。想家，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我劝你忘了你那狠心的父王。你做这副样子给谁看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问你，去年李思年 出使李北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是我至交好友的父亲，在我来李北之前，他刚刚过世。我并未听闻此事，也劝你莫要打听此事。大王，进来。 大家都等急了，我来照顾王妃就好。你也下去吧，我想自己静静。此次你前去李北，并不孤单，我自会安排人接应于你。记住，他眼角 有颗朱砂痣，波尔多，我叫博涵，熟悉这里的一切，所以你以后要全听我的。我听你的。首先就是要告诉李北王，以后由我来做你的贴身丫鬟。激烈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眼里向来容不得沙子。倘若我揭穿你假公主的身份，你还没等探到李思年的消息，就先被一刀砍了。你想做什么？ 还有，我父亲的事情，你们有眉目了吗？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其他的王后自有安排。